美女的夏日敌人来袭，谁才是肌肤最危险的敌人？有什么方法是，其实非但没有用，可能还会伤到自己？面膜那一块怎么有说？有一次跟范冰冰在饭店聊天的时候，她全素颜哦，我就问怎么皮肤还是这么亮。她说她有在敷面膜，不过呢，报道那些讲的有点太夸张了。对，报道不是说什么她24小时天天敷什么？一直敷。她出去为敷面膜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重点是夏日肌肤美白课，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